红叶国小已经连续两年了，都拿到亚军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请我们的理事长为我们颁发。希望红叶国小再接再厉啊！再接再厉啊！明年打败他们。看哪一边？先从左边开始。 好，恭喜红叶，最后一个奖项，冠军卑南国小。好，我们这个奖项还是一样，请我们的理事长为我们颁发。那卑南国小啊，连续三年拿到了这个冠军杯，哦，已经连续三届了，是。 明天不要输给他们。好，谢谢理事长，也谢恭喜卑南国小连续三届，的确不太容易哦。好，李以诚，那合照。 来，小朋友一样的，我们的队旗，还有那个牌子，我们一样的到后面。对。然后现在队数比较少，我们可以排两排，每一队都排两排。排两排。排两排。后面的看不到你的脸了。对。好。 那尽量让你的脸露出来哦。哦。前面两排稍微先录下，前面两排。录下。两排都录下。后面的半蹲就好了。你哎，中间的半蹲，然后站着。哦，请理事长、科长以及各位领队、教练，我们一起合照。哦，也请教练入列。 大卫，来，拿冠军杯。哎，拿冠军杯，哎，看着镜头，也看不到的，想办法露出来。来，看着镜头，帽子拿下来。好，待会我喊传福杯，大家就喊赞。来，传福杯。好，看着镜头，露出你的牙齿。 露出你最亲切的微笑，哦，每一个人露出大拇指来，再来一次哦，传福杯，好，再来一个活泼一点的，喊耶，一二三，耶，好，最后一张，每一个人把你的帽子拿起来往上抛，但是奖杯不要抛哦。 这个掉下来砸死人！来，起立，所有人起立，手到山，帽子往上抛，记得自己的帽子是哪一顶哦。奖杯不要抛哦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OK， 谢谢各位，辛苦了各位。四天的比赛，冒着风雨在进行中。